在芒果捞新闻特别报道，大家好，我是策策。那我现在呢是在长沙的黄花机场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非常非常浩大的队伍。我们今天是要来接谁的？黄子韬。想问一下你们的口号是什么呢？黄子韬，长沙欢迎你。所以你们都知道今天涛涛是要来干嘛的吗？那现在呢，涛涛马上就要出来了，我们最后再一起大声的喊出涛涛的新专辑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是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最后就要一起来等待黄子韬从机场出来了。黄子韬，涛涛能不能给我们芒果 TV 的朋友们打个招呼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这一次来录快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刚拍完戏过来睡了一下，下了飞机还有点懵。那你来长沙会去吃小龙虾吗？小龙虾我晚上不吃，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应该会去吃。那今天有这么多热情的粉丝来接你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？谢谢他们的热情，但我希望他们可以注意安全。好，最后来给我们推荐，小小推荐一下你的新专辑吧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和 Black and White， 我会永远做最好的作品给你们。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谢谢涛涛。想必粉丝宝宝们的热情，涛涛也都感受到了。虽然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但拥有185身高加上一身红衣的涛涛，就依旧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拉拉想说，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还来接机的宝宝们都是真爱。当然，我们涛涛也是一枚暖心的 boy， 在快要被挤成肉饼的同时，还不忘时刻提醒粉丝们注意安全。芒果捞新闻，机场的宝贝们是不是都被涛涛迷倒了呢？报道。